在民众抢救起来之后，我们立即给予急救处置，那就近送往急救责任医院国中和。那该名民众是一名年轻男性，那身份姓名都不详。那经辖区员警询问之后，到医院提供资料给予医院查询。上车的时候还没有生命迹象，我们就是持续给予 CPR 跟急救处置。